Hello， 我们的现场的粉丝以及线上我们酷狗音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欢迎圣诞快乐，耶、yeah, ！欢迎来到我们的酷狗音乐，我们的圣诞大 party， 圣诞放肆嗨！我是主持人魏野。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这个场景大家可以看到布置的真的是超温馨的，你们还满意这个场景吗？真的满意啊！好了。我们马上又要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一位大来宾了。必须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呢，因为今天我们圣诞大 party 来为我们注入活力的这一位要满足好多个条件，比如说他要超级帅，是不是？比如说他要超级红，当然这不是重点，就像我们今天很温馨的现场布置，他一定要是一个超级暖的大男生。所以今天我们要请上的是，有请我们的许巍洲哲哲，欢迎耶！哇，欢迎欢迎欢迎哲哲！哇，请坐，我请坐。我既不是超级帅，也不是超级红了。那你是超级什么？我是超级二。你是超级二。好了，这个周周久等了，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圣诞大 party， 然后我们的圣诞放肆嗨，周周来到我们现场，要不要先跟我们现场以及我们的镜头前的朋友打个招呼，跟他们说圣诞快乐。镜头前的朋友们，然后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嗨一下。 OK， 你平时怎么过圣诞节？有像这样的吗？坐在这个地板上面跟大家一起？从来没有人。平时一般圣诞节基本上都是在家里过吧，都在家里过，对，家里过。然后有的时候是基本是上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就和同学们一块儿啊，交换一下巧克力啊，然后交换巧克力，教室里摆个圣诞树啊。其实呢，既然来到我们这边，我们这个特别节目，刚才周周有介绍，我们的圣诞放肆嗨，他也不是空手而来，因为他有带他的礼物，礼物是什么呢？就是最近有自己的新作品了。先我们介绍一下。其实这个也不算礼物了，这个其实是，是我自己的一个新的单曲嘛。然后，也挺晚的，也迟到了挺久了。其实我一直想把这东西快点做好，然后做出来给大家听到，给大家看到。所以这一次能够上周还是前几天。发布了这个单曲，八号，对不起，我忘记了。他真的自己已经忘了。八号发布了这个单曲，然后看到粉丝们反响的特别热烈，然后我自己也特别开心。这首歌，但是我特别想问，因为我也完整听了之后，我觉得跟之前的作品已经是不太一样。现在作曲对于你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了。是个很难的事啊。真的吗？其实作曲，然后把这个我自己写的曲子变成一首歌，还是需要老师的帮助的。因为在这首歌当中呢，就我自己一个人的想法呢，可能是，还是比较单薄，还是需要老师加一些，可能别的编曲啊，或者是别的想法在一首歌里面。OK， 这首歌的 MV 大家都看了吗？但你们有跟周周一起看吗？所以今天我们要不要就谋一个福利，我们一起看好不好？一起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他就喜欢你在中间。这个呢是我们这首歌放的一个 MV 的一小段的片段，当然你如果想完整的观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最时尚的播放器酷狗音乐上面来进行观看，好不好？
周周来问一下你好了，这个 MV 讲的是什么啊？其实想给大家表达的还是一个积极向上正能量，然后有这个友谊是吧，有这个摇滚的精神。嗯，对。这一段是在韩国拍还是中国拍？对对，在韩国，然后韩国首尔拍的。几月份拍的？十一月末。哦，那很冷哎。对对对，当时就跟现在天气差不多吧。然后拍的时候是感觉啊，感觉我不是特别冷啊。其实一拍完，哎呦妈呀，快点衣服，快点披上，快点暖，贴着暖宝宝，快点穿暖宝宝。周周平时也是一个很爱运动的这个男生，这样，我觉得你要不要现场来教授大家一下你平时，比如说一些健身的小技巧，怎么样？可以吗？好吗？算是福利吗？有没有？好，我平时我一般会在家里面，做做仰卧起坐，做仰卧起坐，举举那个哑铃啊什么的。哦，仰卧起坐，那我就教大家一个仰卧起坐吧。好，啊。就是因为我就是做仰卧起坐的时候呢，一般就不要别人扶嘛，就自己起，靠自己起，这样比较锻炼到肌肉。哦。然后起的时候呢，就是要左右左右，这样子会锻炼到旁边的肌肉都会锻炼到。那我示范一个给大家看看啊，我帮你拿。啊，就是这样了。那你一般能做多少像刚才这样的？三十个一组。三十个一组？对，三十个一组，一次三十组。一天四组，一天四组，不能做多这个。因为肌肉也需要休息嘛。OK， 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玩一个游戏，送一个福利给大家，你们想要来玩吗？你们都不管是什么游戏就要上来玩是不是？好了，我们接下来要玩。我们接下来要玩的这个游戏呢，叫做放肆话，由我来选择八位粉丝上台，然后分成两组，每组四人，这样我先请到大家上台，然后你们八个人自行分组，我在一边公布游戏怎么玩，好不好？谁要来举手？我们一二三四举灯牌那四位，第二排那四位，好不好？先上来上来，就是你们，不要不敢相信。然后我们在后面把第三排中间的一二三四那四位并排的，来来，你们上来，然后自行分组，站在我们身后。好不好？站身后，自行分组。我会和周周，然后各跟四名粉丝分成两组，接力版，你画我来猜。由第一位参与队员根据看到的题目内容，用十秒钟画出内容，然后给第二个人看，依次类推。最后呢，第四名粉丝画完之后，展示给队长，队长猜出粉丝究竟看到的是什么内容，获胜队。我们待会儿再说，我先来看一看分组。你们听清楚了吗？没有。我先不管，就分好了是不是？哎，这个我还蛮意外的，我以为一转身的话全都会站到周周那一边。没关系了，因为我们玩游戏会有输有赢，待会儿赢的那一队呢会获得跟周周现场合影的机会，所以你们跟谁分一组不重要，重要的是究竟谁会赢，好不好？哪一组先来？要不要自告奋勇，还是我们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吧，好不好？石头剪刀布。好，那输的先来是吗？好，输的我们这组先来，来吧，来，我们站到中间，站到中间。好，其他的二三四号向后转，你们向后转，你们背对着我，然后到周周出题啊，十秒钟，只有十秒钟的话，三二一，开始。你们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我感觉是一个大坑。请问到几号了？二号吗？还在一号啊？一号，您是在跟周周互动吧？二号了。是什么？快！柴火。错。好。好，周周，你刚说什么？你刚说懒羊羊，懒羊羊，懒羊羊。这里哪里看出是一个懒羊羊？
我是该公布答案了吗？你公布答案。长城。这是长城。这是第一题，我们要加油好不好？你们想不想拿奖品啊？好，准备开始第二题。加快速度啊，加快速度，加快速度啊。知道我了吗？结束。给大家看一下你画的是什么。哎，摄像老师，来来来，给个特写。Merry 太污了。Merry Christmas 跟这是什么东西？圣诞帽。不是。好，我来公布，我来公布。人呐、啊，圣诞老人。OK， 圣诞老人，哎，你讲解一下，为什么一号我看画的是什么样子？一号，哦，他很像啊，他也很像啊，我要看你的，转过来，啊，他也还可以，其实你展示一下，你展示，他也还可以。好了好了，我们猜对了就对了。好，二号啊，二号组上台了，周周，你想画几号？你是想猜还是想来画？画，你画是吗？好，来你们别画，叫我别画。那我在中间画吧。好，我们把本子给到刚才几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三二一，开始。哇，你好厉害啊。好好，不能画了，不能画了。下一位，请看题。快快快快快，计时计时计时。摄像老师，请给我们一个特写，这就叫一脸懵。这样，我们先请公布你的答案是什么？是那个拉圣诞车的那个。拉圣诞车的叫什么？圣诞老人呢、啊？叫什么路？叫什么路？什么路？想一想，想一想。迷路。迷路吗？其实也对。迷路，你想想对吗？另外一个名字。再想一下，我再给你一个机会。我们再三二一啊，最后给出一个答案。来，三二一。驯鹿。驯鹿，确定吗？对不对呢？对不对呢？正确答案就是。驯鹿，哇，好厉害！恭喜恭喜恭喜！哎，这个很难，这个很难，猜得好准啊！这周周，我看你画的这个，虽然我刚开始看他画鹿角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像的，后来等他画完之后，我觉得是一个狐狸头上顶着钱，钱。好了，第二题，请各位准备好，来，第二题，准备。大家不要说话，不要说话，来。这个游戏得靠队友。天哪，好期待啊。来，喜羊羊。哦，确定是喜羊羊吗？厉害，对不对呢？喜羊羊。哎，我特别想问你，我想问你，你从哪里看出来这是个喜羊羊？因为之前的时候好像出了个懒羊羊，然后这个他在笑，我就想应该喜羊羊。太厉害，好像是这么回事啊。那这样吧，这样我提议，我们一队和二队一起跟周周来一张大合影，好吗？好不好？好吗？来来来来来，我们可以站一下位，来来来，三、二、一，好了，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台下就坐，和周周一起马上进入我们的圣诞放肆田，请坐。哎呀。还蛮累的这个游戏，主要是心累，哎，劳神劳心啊，这个劳神劳心劳画技。好，还算好有我的队友，其实没有我的这几个队友的话，我觉得应该一道题都答不成功吧。你是不是反应快的人？是吗？有些时候反应快，有些时候反应慢。真的？
是，我跟你说，你说了不算，现场大家说了也不算，我们待会儿有一个小小的考验，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许巍周周周他究竟是反应快的还是有一点木讷可爱的，好不好？我们马上要给他一个考验，就是我们的快问快答。来，快问快答，总共是60秒钟的时间，你听到之后要迅速说出你的答案，好吗？好，第一题，请问起床第一件事做什么？喝水。喝醉过吗？醉过。喝水喝醉啊？没有。你最讨厌的食物是什么？榴莲。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忘了。忘了。好了，除了你的通讯 APP 之外，用的最多的 APP 是什么类型 ？APP， 哎 ，App。游戏吧，游戏啊。OK， 第七题，请问你喜欢裸睡吗？我不喜欢啊。快问嘛。自拍你用美颜滤镜吗？用。那让你偶尔偶尔。让你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什么？最骄傲的一件事。这时间到了吗？不行，我不听他的。最骄傲的和朋友们一块办了音乐节。办音乐节。好，最后一题啊，我问给大家听的，你做过最放肆的一件事是什么？最放肆也是办音乐节。OK， 好。哎，你们满意吗？你们满意吗？满意。不满意啊？你们对哪一题不满意？裸睡啊？哎，你我真的不裸睡，真的不裸睡，从来不裸睡。因为我尝试过啊，就上身不穿衣服啊，然后就夏天的时候嘛，热嘛，然后吹空调，结果第二天就感冒了，发烧了啊，然后我就再也。所以不这么做了。你是真心觉得就是裸睡不舒服的那一种？可能是我比较瘦吧，容易着凉。好吧，你们还想不想玩游戏？就这么一点热情吗？想不想玩游戏？来，我马上要玩的这个游戏呢，就是我们的谁是卧底升级版，谁是圣诞老人。谁是圣诞老人？你们谁觉得玩谁是卧底会比较厉害的？这边啊，好，这一位一位，然后好，就这四位吧，好不好？我们一起上来。谁觉得自己比较聪明？来，上来上来，就觉得自己比较聪明。可以弥补我的智商。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玩的这一轮谁是圣诞老人，会由周周和我们四位粉丝一起上台。我们会由工作人员取上我们的圣诞老人的礼物袋，礼物袋里面会有词语，根据词语进行描述。总共呢，会如果在三轮过后卧底没有暴露，那么卧底赢；卧底暴露，圣诞老人获胜。现在我们的这个题目已经在我手中了，请各位稍稍站开一点位置，不要互相看，好吗？来，你们可以抽取你们的口袋了。请抽题，对，拿一个，拿一个，拿一个，千万不要给旁边的人看到哦。然后呢？准备好了吗？你们都看好题目了哈？现在已经看好手中题目。现在呢，我们从一号开始进行描述，想好了吗？给你们1秒钟的时间。想一下，想一下，好，准备，我们谁是圣诞老人？马上开始。一号同学，请描述你看到的题目。传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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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两个字，传奇，这是我们一号啊，记好了，我们后面。成龙演过一个电影吧，好像叫这个名字。成龙演过的电影。里面的明星都很大咖。哦，就是参演的阵容都很大牌。同学醒了吗？效果很棒。效果很棒。周周，我觉得是一部史诗级的。史诗级的。哎，他们都很会玩哎。传奇，成龙大哥演的，阵容卡斯很强大，然后史诗级的，然后效果很好。好了，我们现在要进行我们的第一轮投票了，五位同学思考一下，请思考，然后做出你们的选择。我数3、2、1，一起指向你们认为不对的那一位。来，3、2、1，全部都指向一号，是不是？好，一号淘汰，我们的游戏继续。一号冤死啊！现在进行第二轮描述，想好了吗？想好我们就告诉大家你的描述。来，3、2、1。
那个电影里面是一个公主还有侍卫还是官大官的那种故事，爱情故事。相信我。嗯，电影的名字是两个字。电影名字是两个字，然后它是讲的是一个古代，你说的是古代啊，古代的戏。电影名字是两个字。也有现代的。也有现代的，哎，出现分歧了，周周。我觉得我自己我也想尝试一下。你啊，拍一下。你也想尝试一下？你想尝试什么？大家都很开心。好了，我们四位已经描述完了古代的、现代的，然后你说的是两个字的名字。周周说他想尝试。我们进行第二轮的指认，究竟我们谁是圣诞老人？这一轮是我们的圣诞老人获胜呢，还是假冒圣诞老人获胜呢？三二一，请指认。哎，我们说一下为什么，来周周说一下为什么，你为什么指他？我觉得就他不是。你凭的是直觉是吗？对对对，男人的直觉。那两位女士，你们俩为什么指他？你是觉得他跟你不一样吗？我觉得我们俩肯定是一样的，然后不想让周周下去，然后就指了。哦，是吗？这是私心。女人的直觉都是靠直觉。女人的直觉。好，我们我待会儿，二号同学、三号同学、四号，然后周周是五号，所以我们这一轮最后圣诞老人获胜，所以这一轮大家胜出。你真的不是的。他好像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公布一下你们手里抽到的是什么。来来，神话。神话。童话。童话。周周是神话。哎，同学，你是在哪一轮你是听出来他们是什么了吗？第一轮。第一轮就听出来。对，然后第二轮有人说是古代的，然后又有什么史诗啊，又爱情啊，然后又成龙啊。那我觉得其实他描述的是对的，因为那一部好像古代现代穿越的嘛。你好，差一点啊。那周周你为什么指他？你就是男人的直觉。我也不知道。没有，我觉得他反正跟我这个应该不太一样。他跟你不太一样。对，他这个那其实是你自己判断错了呀。有可能。好了，所以我们要恭喜我们的这几位同学在我们这一轮的谁是圣诞老人的环节当中呢获得了胜利。请我们失败同学下台。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来来来，我们也一起合影好不好？还有刚才那位同学，来来来，我们一起合个影吧，跟周周。三二一。 OK， 谢谢你们。哎呦，这个烧脑的环节怎么样？你平时玩这个玩多吗？平时玩过。其实我还挺适合这种游戏的。你挺适合，比较聪明是吗？我不知道。你玩烧脑的游戏赢得多还是输得多？还行。其实我对这种游戏还挺感兴趣的。挺感兴趣。说狼人啊，对吧？什么杀人游戏啊。OK。马上呢，在玩完这个谁是圣诞老人游戏之后，要进入到我们的下一环节，叫做放肆唱。请坐，来。请坐。怎么样？怎么样啊？大家好期待，好开心，是不是？这样，周周，因为你这个新的歌曲叫做《放》嘛，然后这一首歌，我们知道你一直以来唱歌，从高中时期据说就是玩 band， 就是组乐队，然后这一首歌其实也有乐队的形式来展示。你对乐队的这个情节很深吗？很深，很深，很深。深到什么程度？就唱歌一定要说我以乐队？没有，这倒不一定。但是其实乐队对我来说啊。情怀吧。情怀。对，你总说到感情很深，或者说这种情怀啊，究竟是什么样的？是我们看电视剧里面那种一起玩乐队一起很叛逆那种走过来的那样吗？其实乐队一个表现方式啊，跟自己单独唱就不一样啊。然后呢，当时因为我也不是歌手嘛，就是当时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吉他手。弹吉他的啊。所以对这个乐队啊，就是演奏啊、弹奏啊，就是重上面的乐曲的表演，表现比较耿耿于怀啊。但吉他手一般都是会很叛逆啊，我觉得你都一直都是乖乖仔的造型啊。你最夸张的时候，当吉他手的时候有过什么样的造型？最夸张？
就年轻的时候都叛逆过，年轻时候都叛逆过。你叛逆，你有输过那种就是盖掉整边脸的发型啊？没有这么杀马特。那个时候就会涂指甲油，涂了那个黑的，对，涂黑的指甲油啊、嗯。然后也会就是那个戴耳钉啊，什么戴那种大的那种耳钉。OK， 然后头发染了黄了呀、啊，然后觉得自己很酷。现在看来，嗯。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吉他手，他其实就是耍帅，然后面无表情。你原来是这样的吗？啊、就是完全不要有表情，就很帅，就感觉全世界都欠我的。真的吉他手啊，没大家想象的这样。真的吉他手其实还是像我这样，不是像我这样，就比较随意，比较随意，还是以乐器啊，以这个乐曲的表现为主。啊、嗯，就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嘛，嗯，他们是做这种重型乐队的，在舞台上面是那种玩的黑金属的啊、哦、这样，但。到生活中就是一个奶爸，然后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小宝宝，他虽然是个光头啊，但是也是有自己的家庭和美满这样的生活。OK， 就是还是不一样的，就对了。对对对对。那我们接下来呢，想特别在音乐方面来考验他一下，就是想考考你的听力。你平时听力算敏锐的人吗？听力十分满分，我1.5分吗？真的？哎，你是上海人吗？对。那上海话你讲两句我们听一下。今早天气老好，大家今早开心吗？开心。我就听到一个大家。我说今天天气很好的，大家今天开心吗？哦，你们为什么全都能听明白啊？凭感觉，凭感觉。好好了，既然大家这么信心十足，包括这个周周也表现了他的语言才华，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准备了一段是周周的粉丝来录制的歌曲。 But 这个歌呢只能朗诵，而且只能靠方言朗诵。来，第一题请放。上轩月像你的脸庞，笑时的模样缺后感伤，远了又望，淡淡的微亮，但没有了你给我的太阳心的光芒，再也找不着我距离你的方向。咦，中，这不是河南话吧？应该是河南、哦，是河南话，河南话还河北话呀？河南话哈，能下来？这是一首歌，你来猜歌名。我的歌呀，上弦月像你月光吗？啊，唱啊，唱啊。上弦月像你的脸庞，我模仿他嘛，他也是朗诵。OK， 好，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月光。上弦月像你的脸庞，谁唱的？的模样，绝后感伤，远了又望，淡淡的微凉，当没有了你给我的。再也找不到我距离你的方向。好不好听？好听哇！猜自己的歌难度小了。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他的歌吗？我也不知道，我们马上来听第二题。开始过日子我没有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地接受，反正在一块的时候我都有开心过，就够着。哈就搞着我什么就搞着，就应该是就够了，你要开心过就够了，默默的接受，我就听到默默的接受。 OK， 我给一个提示，我给一点点提示，大家一起猜，我给一点提示，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是周董周杰伦的歌啊。是吗？算什么大家好像说算什么男人，是不是？是吗？你要不要相信他们？要不要相信他们？相信吧，相信哈。当然了、来，如果今天这道题猜错了，全都不准走。我先走了。正确答案，请看大屏幕。哇，这都能猜对，这都能猜对啊！啊，这是我们的第二题了。厉害厉害，马上我们要猜下一题了，你们要竖起耳朵听啊！我们的总共会有五道题目，越来越难。来，马上听第三题。一个人过一年，穷过一年，去过一遍，
无言与藏片，然后想别来快乐一季。没有了，结束了。哦，江西话，江西话超难。我跟你说，我在江西待过。哦，是吗？江西话，说两句来听听。我跟你说，江西话我会说几句，就是你瓦西里动手啊。就是你说什么，你瓦西利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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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在江西待过，你知道吗？哦，亲爱的，哦，哦，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应该是吧？我的天哪，是不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呢？我们来看正确答案。亲爱的，哦，厉害。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从哪一句听到的？哦，没有老乡啊，有江西人吗？哦，你哦，你是江西人呐、啊？瓦西里东西啊！你也没有听懂是不是？江西话真的很难懂，对不对？啊，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第四题了。第四题是什么歌呢？一起来听。一年我出居己，居不家人成三代，让我是独相随。死去妈也，哎，我听懂了啊，听懂了，我听懂了，我听懂了，我还以为是泰语呢。给祝你此情红颜心甘情愿，千里把君寻。哦，我听懂了，我听懂了。哎，大家先不要听、哦、先不要提醒，你猜一下。我反正没猜出来，但是我经过大家提示，我应该知道什么了。一人是吧，我饮酒醉，醉我那佳人成双对。双眼我独相随。我们公布一下，是不是一人饮酒醉？两眼，两眼。一人我饮酒醉，醉把那佳人成双对，两眼是独相随，只有他人能双对。娇与我轻抚琴，夜袭子他子竹林，痴情红颜心甘情愿，千里把君寻。刚才这一段呢是用湖南话来朗诵的，因为我也是湖南人。你是湖南人吗？啊，你是？那你怎么没听出来？你是咱啥的呀？这个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太博大精深了。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五题了，我们一起准备好竖起耳朵，看看第五题你们能不能猜中。来，请听题。人生当憧憬的海浪，那川流不息的城市，送出的方向。Etiquette。熊浪的车光，哇，释放年轻的阳光，迎灿烂的力量，奔跑到响亮的方向。你看到了吗？我们现场导演提示，这一段是潮汕话，潮汕话，好难啊，潮汕话。有没广东人啊？哦，放啊，放啊，他们说放。是吗？你们是随便猜的，还是真的听懂了？随便猜的，那你就猜一下是不是放好了？嗯，试一下吧，试一下，试一下吧。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哦、我有点紧张。中憧憬海浪，你们的套路都很深吧？都主要他这挑了这一段，还不是那个副歌什么的啊、嗯？当中一个过门，这是。啊，是副歌，后面是副歌。要不要哼哼几句？哼一下，啊、那哼两句吧，哼哼两句，一块来呗，一起唱好吧，一起陪周周唱。我释放年轻的疯狂，用灿烂的力量奔跑在闪亮的方向。好了，好了，刚才这一段我们的小小的游戏呢，叫做圣诞老人在唱歌，考验的是周周，其实也是考验周周和一直热爱他、一直追随他的粉丝们，我们的白周们的默契程度，所以把这段掌声给周周，大家，然后也给你们自己，好不好？今天呢，我们现场有来到60位的粉丝代表，当然这是周周非常庞大的粉丝的大家庭当中的一部分很幸运的同学。不过今天没有来到现场的，在之前我们的这个酷狗音乐的网页之上也有一段小小的征集，就是你想对周周来说的一段话，我们可在现场呢也是节选了一小段微博上面的截图，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对你说的话。
哇，我的天哪，我除了爱心爱心还有亲吻的标志什么都看不清。不过要切切实实的有一份粉丝给你的礼物，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拿上来。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到场，包括也有现场的粉丝给周周写的信，对不对？来，我们可以拿上来一起来看一下。谢谢，来给你。有很多有很多，真的是我们刚刚收集。我拿一，可以念一点吗？新鲜的可以吗？新鲜的可以一起分享一下。不能念，我回家自己看。哎，我的要不要不让听是不是？好了好了，这就是，那就是大家给到我们周周的心意，然后周周会回到家里，然后好好的来把它读一下，珍藏下来。是是是。我看到这份礼物，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包括没有来到现场的粉丝来讲？其实感谢的话，我就再怎么说我都不够啊，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没有没有，谢，真的谢谢，真的谢谢。就没有你们的话，没有你们的话，真的没有我。啊，感谢有你们，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爱你们。这段话虽然讲的不长，但是非常非常的发自肺腑。在今天我们活动的最后呢，再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一路走过来，无论是之前的作品、影视剧也好，音乐也好，包括这一次的单曲放，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小小的遗憾，或者说还有什么最想要突破的方面？我觉得这一路走过来啊，一年吧，一年不到，每天都像坐过山车一样啊，每天像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作为一个男人啊，没有遗憾，真的没有遗憾，其实真的不后悔。啊，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就是我们今天周周我觉得讲的最有力的一句话。今天我们虽然也有在这边玩，有在这边聊天，有聊他的作品，有聊他的生活，你们看到的会是各个方面也许是不一样，或者说也许是平时好像没有看到的周周的样子，但是我相信作为一个艺人，作为一个大男孩，他都在不断的进步，然后希望靠自己的作品给大家呈现他的成长，呈现他的努力。而在这个努力和成长的背后，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没有到现场我们所有的白粥们，就是他最有力的支持。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一个美好的祝福。今天是我们的圣诞 party， 也是我们给我们的周周来加油，好不好？我们一起说三二一，加油！加油！加油！圣诞快乐！加油！圣诞快乐！今天大家玩得开心吗？周周玩得开心吗？开心。好了，再一次我要谢谢周周，也谢谢我们现场的粉丝朋友，谢谢，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圣诞快乐，拜拜，谢谢大家，拜拜，下次见，谢谢谢谢谢谢。追寻着发烫的日光，用力向画面书写了漫长心